防疫警队神奇。好，我们这边是防疫警队青鸟。哦，好，有请两队的学员迅速的下台做准备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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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是他们元气大伤的时候，抓住这个劲儿，我们就是为了赢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要赢？我们得不得有气势？能不能赢？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，别忘记加油！你们是什么？青鸟，青鸟，青鸟是什么？就是燃烧你们的梦想，去吧！加油！最强倭寇团！来，请你们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 LTG 战队的神奇语言。我们要表演的是神奇。赵月长头发了，赵月好美。赵月长头发了。OK， 神奇 show time。下一位要宣布的这位中心位就是王艺瑾。神奇呢？举手。我自己。神奇编曲我是比较喜欢，有很多那种特别柔软的，然后那种动作，然后又很有异域风情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，应该会是一种不同的舞台呈现的一种感觉。第二个多的是哪一组？神奇吧。嗯，神奇。赵月你过来，我怕你跑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怕他们把你抓走，因为我们需要舞担。哇，你们这边全是倭寇啊。对啊。我其实特别怕教练把我们的赵月抽走，因为我知道他跳舞比较好的嘛，但是特别幸运的是居然把高老师给我们调过来了。 OK， 恭喜神奇。谢谢教练。组队成功，你的可以去。教练衡量的还是比较全面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个舞一定要有那种叫做异域风，好不好？你们出来的感觉不要变成了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子，好吧？ One， 然后 Two， Three， Four， 这里的腰有多低下多低，然后 Five 的时候往你的方向 roll 一个圈圈，啊，然后 Six 都蹲下去。我们这个舞蹈好精彩，我要哭了，要哭。翻不过去怎么办，老师？就是他翻不过去，怎么回事？点哪呀？记不住，我真的记不住。对，我也是记不住这里。那个时候一直在纠结这个风格，就是感觉把自己的风格扔掉了，全部都往那上面去靠。然后所有人都是上课都感觉异域风没找到，人要抑郁了那种感觉。赵月你干嘛？我真试一下。我那天怎么突然插了个辫子？那天舞台想带马尾，想试一下。你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头发染坏了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第二天有工作，然后就把我带去美容室，然后我睡着了，一醒来我头发没了，我差点哭了。我差点哭了。对，还是长发好看一点，长发适合你，我觉得。就是刚刚黄教练也说我长比较适合长头发，所以说我一下子就有点迷茫的人。你们现在就是跳舞是吧？不是，他们跳舞没事，就是我。你怎么了？我不会跳舞啊。你跳挺好的呀，我那天。不是，然后这个舞对我太难了。你的一个缺点就是你跳得很不干净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你看，而且我又站在中间，我就是很难看啊，那个舞。你有自己一个人静下心来，对着镜子听着音乐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找吗？就我给你打一个比方，我刚开始我的这个动作就只是这个，嗯，但后来他的感觉其实是这个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，爸爸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？我懂，但是就是教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会跳舞的人啊。道理都懂，但是有很多东西我做不了，而且我是没有概念说这个应该是。就你看，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动作不好看，你要觉得往后一点好看，或者是你觉得往前一点好看。主要是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没办法拿手机拍完看自己哪儿不好看。
还是我还听说你们好像要用麦克风。上声乐课，我们一拿麦就不会唱了，因为他动作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跳的挺好的吗？你没有自信呢，你别甭管，你甭管跳丑还是不，你自信在那儿放着的就够了。你连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跳我丑，我站在这没自信，那你怎么跳？妹妹，我跳的时候看上去是有自信，就下来练习，就自己心里知道跳的什么样。那你知道跳什么样，你就把你那个样子从你心中颠倒啊，你明白吗？就只有在自己去琢磨这支舞蹈应该怎么去跳，自己动作怎么样把它变好看的时候，你才能突破。因为每个人都想的太多了，那就是一定齐心协力往这一个舞蹈上面去想，其他任何杂念不要有，抑郁印度全都给我抛脑后。嗯，怎么跳整齐怎么跳好。嗯，你做错一个地方，那就大家陪着你一起做，直到你对为止。你不要，所以自己不要有负担感，因为你们是团体。嗯，就是很简，我就跟你们说很简单，你们就按照高月的，就照着他的动作，他们怎么跳手在哪就去跳。是什么教练？我们是这样，就他哦前面两只，对，对不起，就他们怎么跳，你们就在他们手放这儿，那就你们去统一这个标准，去把这个手对齐，而不是一味的给自己压力，去想那么多的东西，一天不会快乐，对吧？我希望在我队里的人，就哪怕这咱们，啊，对不起，什么东西？涛教练让我觉得很欣慰，我应该抛掉一切的想法，一切压力，把我的团队管理好。那因为唱的部分我还是很有自信，所以我跟高志和赵月他们两个说，我们后面唱歌方面也是我来抓，他来抓舞蹈，团队嘛，一个都不能落下。五六七八，因为这毕竟是个团体，就是要全部七个人一起在舞台上发光发亮，这才是女团。看见了没？大家的反应，对吧？你就看大家的反应，好吧，就不要有任何压力。我觉得我们是很适合，而且完完全全可以做好，但只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没有那么好。但是我相信，我们在公演之前一定可以找到。五六七走，哈利驾！稳住啊！是。
觉。妈妈妈是个妈妈，这是猪的魔法西装。家里是表面是米条，可得不显然几秒清洁，分寸感永恒不明世界。我们来穿梭了诡异的异世界，见证在这凌晨悄悄对面，从未破解陷阱。好地震。姐，那个面纱真的没炸了，好，可以收。OK， 现在我们转下一个舞台。